风经常是爵士乐的主角。65年前，当地画家张连昌开始制造萨克斯风，同时把技术传出去，造就今天后里萨克斯风产业的聚落。张连昌萨克斯风馆目前负责经营的第三代，更是率先自创品牌，将台湾的萨克斯风推到国际。这个当然是累积了这么多年的传承，技术的传承，那当然接下来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自创品牌，所以当我们同业都还在做 OEM 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品牌的经营。我们有故事，我们有人文，累积了这一块之后，加上我们的技术，所以我们的萨克斯风能够在国际上有一些竞争力。这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为什么呢？这支呢是张连昌亲手所做的，也就是说这支呢结合了张连昌绘画的基础，还有他很纯熟的制作萨克斯风的经验，制造出这支低音的萨克斯风。所以呢，这里呢有刻上了、雕上了一只龙，这只龙呢栩栩如生，也就是我们全台来讲，全世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只有雕上一只龙的一个低音萨克斯风。嫁给张家第三代的总经理，除了一手规划萨克斯风馆，也将连昌这个品牌从制造提升到文化层次。遇到例假日人多的时候，还会安排现场演奏。地利之便接触到萨克斯风，从此就迷上了这项乐器。为了将品牌加值，张家也培养第四代演奏自家生产的乐器，创造话题。这个真的都是机会。早期呢，我们做了60几年来一直是默默无闻的。那当然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拍了一个汽车的广告，进而声名大噪，也就让这个不是很具知名的产业一夕之间呢被大家都知道了，一夕之间成名了。这中间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乐团，就是张连昌的第四代四姐妹四重奏，也就是我的女儿，这样的团队的结合呢，不管是台湾或是国际上都是唯一的。所以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邀约。累积60年制造技术，目前还是依赖手工制造。负责掌控技术的张宗尧就说，手工打造的乐器音色还是比较美。咱古早咱的庙，庙迄大楼吼，拢爱用这个啊，这师傅拢爱用这个啊，这啥用这个钢锤啊来把它敲敲打敲打的这个迄个延展性。也那个音色反射音出来会比较好一点。你这么一般像我们机器扎下来的东西哦，硬度都还不够，哎，就是哎，像咱那个扎下来的这个东西嘛，他们的敲打下来这样的反射出来的音色就会不同。技术本位的连昌，为了要做出更美的音色和更精确的音准，也在材质和零件方面研发出新的成果。这支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跟工研院一起研发，因为要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的材质，所以研发了这个新的材质。那也计算了用一些精进的那个仪器计算了那个这个比较标准的音准，之后呢，我们又继续不断的研发出这里有一个升哆的音孔呢，去平衡这里哆的音感。好，还有整个连接感因为我们有65年的经验，所以在连接感上我们不断的做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声多这里呢，我们有申请专利。这些技术为乐器音色音准带来的改进，有12年经验的乐手詹姆斯最清楚。以前我们所生产的萨克斯风，台湾所生产的萨克斯风，大部分它的音准来讲都是比较不及格的，所以说我们乐手大部分都会采用国外的，比如法国、日本的。可是我们现在所研发过以后，它的音准，比如说我来吹，好，这哆来咪，大部分以前就是这个咪就会降半个音，
或是高半个音，那音准比较不准。经过这几年的改良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现在所生产的萨克斯风跟国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为了让联昌这个品牌更具国际知名度，张家除了积极参与各种相关的音乐活动，提供乐手演出机会之外，也会主动出击到海外参展，近期还要扩充馆藏，不断提高品牌价值。我们必须跨越国际，收集了台湾的萨克斯风，还有国际的萨克斯风，不管任何的作品，还有以前老旧的乐器。当然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是，这个乐风，就是萨克斯风的乐器的风格，这个我们都会慢慢的来收集，所以这样子呢，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所谓的台湾的萨克斯风的博物馆。从65年前开始制造，联昌萨克斯风走出代工，创立品牌，同时将品牌价值赋予文化意涵，摆脱低价竞争。除了用品牌努力提高价值和国际能见度之外，未来也希望把后里的产业聚落从制造提升到更高的层次。